大飛往天啦！今日可以放輕鬆個態度，等我胃舒服啲。咁今晚繼續有一日唔收聲，有生活王國。咁做短啲，做輕鬆啲。咁聽日又開始做節目，又開始半放假形式。咁啊，執埋佢。咁喺呢度亦都要講，繼張藝謀之後，跟住就見到馮小剛呢兩個都係中國嘅大導演，兩個靠嘅就係賣中共過去嘅傷痕，甚至一啲小品形式走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拍製作大片嘅，就一定係張藝謀。咁張藝謀係出色嘅，尤其運用顏色呢一方面，同埋擦中國鞋，佢去到一個極致。咁另外一個就係愛國導演馮小剛。馮小剛都係一個人物，咁過去同葛優拍檔，咁大家都睇到將中國一啲小人物嘅現象擺曬出嚟，但係佢哋兩個係相對較早已經認識咗中國共產黨係咩回事，尤其張藝謀，當你大紅燈籠高高掛，亞谷打官司呢啲全秋谷打官司呢啲全部出曬嚟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好清楚。就是中共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就好像当日的冯小刚的大碗讲的，就是说怎样大家扮嘢跟住搵钱。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过去这几十年的怪现象完全掌握得到。你说是不是今日先走，因为冯小刚最新和张艺谋两个都身在美国。这样为什么，是因为整個演藝界同有錢人係一樣，只要佢有咗錢，佢就係香港人。呢個係過往我哋見到嘅，跟住你見到佢哋有錢，而家唔做香港人，就做新加坡人或者做美國人。而過去嘅演藝，包括周迅、趙薇呢啲，甚至見到嘅各路英雄英痴，全部一系香港人，一系就攞美國護照。唔通你話俾我聽，劉亦菲而家係咩人？睇住中國嘅飯碗，但係佢哋已經全面咁樣撤離。而家習近平成為咗一尊，對呢啲咁政治敏感嘅人，佢哋睇得清清楚楚。尤其習近平呢十年，將整個娛樂圈全部控制在手里面，尤其意识形态这一方面，只要你有少少的污点的话，一被放大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好像吴亦凡啊，这些全部都落镬，那你就看到几咁严峻。那来到当然啦，这些这样的导演身家亿亿声，对不起讲错，数十亿的身家来到这里，钱紧要，命紧要，乜嘢先至能够保护到佢哋？美国人走钱走，冯小刚并不是特例。其实由2000年后开始容许有自由行，香港开始接收大量嘅专才计划，你就见到郎朗啊，系咩人啊？丁俊晖喺边度人啊？跟住李云迪喺边度人啊？香港人啊。但是你见到一个一个走，全部揸住外国护照，这个跟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没有分别。最重要的就是有钱，有钱就要走。留在中国只不过是搵饭食的。来紧很多的流量小生，他们都知道的，包括新的四大名单，即是我们现在讲的迪丽热巴啊，跟住你见到杨幂啊呢啲，其实杨幂嫁咗刘恺威，佢几都系香港人嚟噶，随时可以掹醒走。而家嚟到咁严峻嘅情况，我相信陆续嘅一啲成咗名嘅明星，如果走得甩嘅都走。我哋等睇下一个，下一个系边个？吴京。一个战狼的表表姐，我们即管拭目以待。节目做到这里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